四川是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，我们水电装机容量超过4个3甲，全国每100度水电就有28度来自四川。白鹤山水电站装机容量是1600万千瓦，是世界上第二大水电工程。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，就是我们四川东方电气集团的生产。天然气储量全国第一，每100立方米天然气就有23立方米来自四川。这十年来，四川西电东送，相当于11个3峡水电站的研发电量。川气东输累计1382亿立方米，相当于四川全省5年的消费量。